间吗？啊，有。好，在房间。好，在这边。李哥，看一下那大家的那个房间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来。我在抖音上面看到你们这边有收房间，啊，对，我就把房间拿过来。这些卖的卖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不就是金嘛。来，我看看啊。哎呀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之前买的，让你看一下。以前买的，那以前应该挺便宜的哦。那个时候买的价钱也不是很贵，200多吧。都现在是怎么进价？现在380一克。380克。这个钓鱼岛是啊，以前我老舅买，他说新鲜生鱼片买大一点的，现在又热。干嘛也全部都卖了？嗯，不是小孩要结婚嘛，哦、也是啊，现在结婚又钱用的很多，再说这个东西放在那边，再拿出来换钱嘛。对。那个结婚这一个都是挺新的，留着。这样啊。这个是我没怎么带，那时候买的时候看挺喜欢，后来也没那么喜欢，不怎么带。不要吧，反正都卖了。好，那现在年轻人也看不上。对。这是你的款式，我给你算一下，那有多少？是好，帮我签一下，看有多少。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有发票，我也不知道发票丢哪里去，我就反正我也限制你了，你帮我签一下。好，来，你应该有，那我看一下。100多。嗯，145.81。哎呀，现在380，大约给你算一下吧。380，然后145.81，145.81，乘以这380。啊，今天进了380。15407啊，对。万多啊。对。哎呀，1万多。哎，还不够一些，因为到时候办酒席嘛，可能钱还稍微不够一点。你这里收费要不要？啊，收费也收。收费了，这里一个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手。好的。先戴这个了，都不买什么灯，整天大家都喷来喷去的。哦，这个就是一个烂型啊。啊，对对对，那时候买的是。那时候买的是。我也忘了。这种款式应该2万左右吧，这个。应该差不多，大概差不多这个价格。反正戴上手上也没什么坑坑碰碰碰的，反正现在能把它换钱钱的，因为小孩结婚嘛，要钱的地方比较多。这个收费没问题。收费没问题吧？对。这个如果现在回收的话啊。10000块钱，真的，对，差不多。那算了，哎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，那个买的时候也是好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蜜蜡，这种现在你不要卖了，因为这种东西。卖不上几个钱，这种留着戴还挺好看的，留着戴、啊、对不对？这种你不要卖了，不卖了。这种黑金的、啊，黑金也不多。这里还有一个。哦。这个黄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那行，这个就留着吧。这个黄金到时候可以一起卖，那一起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再加一点，看一下。167.01。啊，那不然就这些黄金给你算了，跟着手表。嗯，啊、好，那你算一下。63460加手表73460，7万多。那个白鞋我已经估算一下，应该差不多有10几万，十几万是吧？那这个手镯你们手镯？这个手镯，这种。挺便宜的，这种自己带着就怎么挺便宜的？我那时候买的也好几千，你们不说吗？这种东西去买是挺贵的，不过回收的这种，对啊，这种不是很贵的。忘了，这里还有一个，都卖了算了。这个就留着带吧，留着带啊。对啊，反正也没几克。
这样。对对，不要把自己都卖得光光的，小孩。哎呀，为了小孩没事。今天我人家卖东西不怎么提高兴，我卖东西不挺高兴，因为为了小孩嘛，我这样。这个东西放在那边，把小孩那个婚事给办好了，就睡好了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不过这些到时候反正跟金家平时到时候再。到时候过来再买可不可以啊？也可以。也可以啊。对对对。那行，那这也行，好吧？那就这么多，你跟我说哈，加起来。行。那就有73460，你到时候身份证带了没有？身份证。带了。好，你卡好吧，等一下直接给你转卡。行行行，好吧好吧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办一下手续吧。啊，行行行。好，来。边走。嗯，对对对。